今天我们来到 Maggie 所设计的空间哦，那么暗场位于在台北的金华区，算是蛮高级的一个地段哦。那么原始图呢，我看过了，原本是三个房间，然后两个卫浴空间，但是经过 Maggie 的重新设计之后呢，整个格局大反转，变得四个房间，然后反而还有多出一个卫浴空间，但是空间却变得比原来还要大。我想说 Maggie 你是施展了什么魔法？其实我们一开始第一次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屋主刚买了这个房子，然后所以前任屋主的装修，其实他一进来他也没有玄关，他就是整个开放式的空间，然后在进门的左手边有一个很像半弧形的那种 casino 的吧台区，然后它的整体的空间的格局呢，客厅跟我们的就是我们沙发跟电视背墙跟现在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我们坐的地方现在反而是它的电视墙，所以在我们的后面就有一个非常长的柜子一直延伸，让空间基本上就是被阻隔开来。所以我们了解了屋主的需求之后，其实在格局上我们是做了一个蛮大的翻转，那当时配了几个不同的方案，然后选择了这个，真的可以让空间放大，我觉得至少有超过20%的效果。有耶，我觉得有到50%的效果，因为真的是跟之前差太多了。像从玄关我一进门的感觉，虽然说这一次的玄关它不是非常的大，但是你帮他们做了一个立面的皮革造型，还有一些光带，其实整个感受一进门就是觉得哇很耀眼，然后很有时尚感的感觉。玄关一开始我们也在评估，因为空间的配比其实要有一个很大的玄关就会压缩到主空间的整个格局，但是我们觉得一个房子如果可以一回到家有一个小小的场域是属于这种就是很舒适的小玄关，也可以做得很精致精品，所以我们是以精品的概念来做出发。那考量到了鞋柜区收纳区之外，我们也做了一个就是客人来的时候或是自己自家人回来可能可以放衣服啊或包包的一个衣帽柜，对，在转角的地方，那旁边又结合了酒水区，之后再延伸到空间里面的餐厨区。OK， 所以其实今天整个空间的色系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沉稳然后温柔的色系哦。这一次他们本身喜欢的色系就是属于比较中色系或是在重色系的，但是因为考量到我们一直在讨论怎么样可以用比较沉稳的色系又让空间看起来还是很大，对，这个其实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像这边的采光其实非常好，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就愿意去使用一些比较深的色系，也可以让整体的空间它的层次会增加，所以我们选择了胡桃木的色系跟一些黑色的木纹以及深灰色的木纹，去让空间去做一个颜色层次上的配比，然后希望是很沉稳但是还是要温暖家的感觉，所以当时在选色光是这个木皮我印象中就挑了6-7款放在现场，光线打下来，而且是不同时间的光线，就一个一个慢慢试，慢慢试，然后找到一个就是1天24小时看起来都很美的颜色。哇、wow, ，Maggie 你真的很用心，因为我一直在讲说 ，Maggie 都会把每一个暗场当成自己的家来照顾，对不对？所以其实每个屋主都对你非常的放心。不过说到木皮哦，我刚才有特别光脚踩在你们的这个地板上，哎，我觉得这一次你的地板很不一样，因为它是有一个弧度，感觉好像蛮符合人体工学的感觉。是你很细心，我们这一场用的其实主空间用的都是木地板，那用的是很厚的实木皮的海岛型地板。我们特别去定制这种，它的两侧是有一些弧角的，所以其实我们踩在上面不能说到做脚底按摩，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很舒服，对，很像走在大自然。
没错，我刚才就光脚一直踩，就觉得哎，真的很舒服，很不一样。然后延伸上去的柜体，其实颜色也是有互相呼应的哦。嗯，我们一开始空间的基调定下来之后，其实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是一个空间如果有木皮的颜色，不会希望它太复杂。对，其实，在进门玄关进来左手边，延伸到客厅电视墙的这个 L 型，它有展示柜之外，旁边这些木皮后面都是隐藏的柜子，所以它的收纳做得非常的足。我们把一个家庭基本上公共空间需要的收纳量做到顶的情况之下，又让它隐藏于无形，所以才可以让空间看起来还是这么大。我想这应该就是 Maggie 的功力吧，就是隐藏于无形，然后看起来是很漂亮的。不过刚才你说到这个电视墙，我反而问你一下，因为呢，我发现这个工法其实是大理石的，但是你刚刚跟我讲说这个材质又不是大理石。对，我们这次用的材质其实就是近几年开始工法越来越成熟的陶板。那为什么不用大理石？是因为大理石毕竟是天然的东西，它就像我们天然的皮肤，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毛细孔等等的，它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平滑。那用这样子的所谓的陶板，它可以在颜色选择花纹上面可以做到100%的完美。那在台湾这样的气候当中，也不会因为反潮就有一些状况。可是因为我们一直希望电视墙它是有层次的，所以其实我们做的这些内凹2公分乘2公分的这些勾缝，这个都是非常的花功夫。然后屋主看起来也觉得完全看不出来就是不是大理石。对，就呈现出来的就是很完美，所以我觉得你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功夫，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对不对？对。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你们的这个 3D 图，就看到是这一台电视，所以你在画 3D 图之前就已经决定好这台电视了吗？通常我们在做整体空间规划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需求表，大概会知道屋主的喜好、收藏，或者是他对于未来的期待。那一开始其实屋主就跟我们说他很喜欢这个品牌的电视，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就蛮贴心的，就是特别请 3D 厂商建模，建这一个电视的模型，我的天，然后1:1的尺寸去把它呈现在这个空间当中，整个颜色的配比也是因为这样具有融合。整体空间要漂亮，其实环环相扣，包含我们的沙发，甚至茶几，光是一个沙发的皮革，我们可能要拿着瓷砖样板、木皮样板、壁布样板、皮革样板，全部环环相扣，全部的，然后一起去对这个沙发，去选择最适合的颜色，这样才可以让一个所谓客制化定制的房子更加的十全十美。我们现在来到餐厨区，我觉得你这一次的动线的规划真的可以说是超级完美，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才会让整个空间变得好大哦。是的，其实这一次的空间规划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们将客厅后面的这个墙体没有做到满的一个沙发背墙，所以浪出来的空间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大气跟完整的餐厅空间，就是我们现在坐的位置。那我们的厨房虽然是隐身在侧边，但是其实以角度来说，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厨房的大气，所以坐在不论是吧台上或是餐厅或者是客厅，其实你都可以环视到全家，而且该要收纳的机能全部收纳完之后，平常居住在里面就是很方便，然后空间看起来还是很漂亮，这是我觉得是这个案子我们非常引以为傲的一点。不过说到漂亮我现在坐在这个餐厅这个地方， Maggie 你身后有个 L 型的一个一面墙壁面造型，它是线板对不对？但是感觉上又跟客厅的有一点风格又似乎不太一样了。对，我们这个空间一开始定调的是沉稳深色系，带一些现代还有一些人文的木质，但是又希望带一些些优雅跟浪漫在里面。对，我们用了一些手工线板框架的方式，希望可以带一点点轻发式进来。有
对，然后地面我们用了浅灰色，我都叫它特调，就是浅棕灰。Maggie 灰，对 ，Maggie 灰，对，它是一个介于冷色系跟暖色系都可以搭配的一个很温润的一个颜色。嗯、那我们借由这个比较手工的线板，去让它空间比较有层次，嗯、也可以虚化，就是四道就是门于无形，所以其实这个墙面后面都隐藏着不同的空间跟机能。那我们希望它的深色系要有些呼应，所以像在我身后的这个墙上，我们也定制了一个会发光的一个铁件展示柜。那在这个很优美的 L 型墙体之下，也带了一个利落感在上面。而且我有发现，其实你的这个勾勒出来的线板，其实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哦，就是比例上的拿捏有不同，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当时我站在这个位置在看这个空间，真的很烧脑，因为我身后的这道墙，它其实结合了女儿房跟主卧室，可是我侧边的就是这道墙，它结合了厕所、书房，然后还有校青房，长度不同的情况之下，要让它比例到一模一样等分很难，对，所以我们就是借由一些比例的微调小巧思，才可以营造出一个感觉很像造型墙，但是却充满了暗门跟房间还有机能的一个空间。说到机能，我刚才呢在我的右边我看到了，那是屋主的收藏品嘛，因为我觉得这个空间很像个 museum 的感觉。做这个案子它真的对我们来说不单单只是一个房子，其实有很多情感的连结，包含也了解了屋主的背景跟他们的这些喜好。男主人大概过去二三十年一直都有在收集这些传统艺术的这些偶头，所以过去其实他都是散乱的放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可能餐厅放一个，房间放两个，客厅零星的摆几个，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让这些你知道偶头家族团圆的感觉，所以当时其实这是他的一个希望，他说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把这些人生很重要这些展示的回忆跟展示品呈现出来。那因为我们多增加了一间浴室，所以让这个本来书房的空间有做稍稍的一个挤压后，形成了这个比较长方形的一个小的短廊道空间。那我们就把它设定在侧边，它的大小、宽度、高度，全部都先量身量好，然后我们再设定这些层板，包含光是要从里面打、中间打还是偏外面打，怎么样可以呈现出它最精致的样子。那我们下面做了一个超多层的抽屉，全部都有玻璃，它每一层打开都是这些很精致的手工的戏服，然后跟书房去做一个连接，也就是男主人只要每天要经过书房，不论是看书还是要工作，他都会先经过一个让他觉得最开心舒服的区域，让他每天心情都很好。哇、那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很羡慕今天的屋主能够住在一个这么漂亮的房子里，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哦。但是刚才 Maggie 我有看到两幅独一无二的画，请问你帮他们制作这个画的过程是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吗？你现在看到这两幅其实它是火柴盒的画。当初在规划平面的时候，男主人就跟我说，他说 Maggie 你可不可以帮我在任何一个空间呢设计一个抽屉好了，我大概深度要多少，因为我有很多的火柴盒要放。那屋主就有提到说，因为这其实是他父亲的收藏品，他以前父亲只要去任何的餐厅或是出去就会收藏这些小火柴盒，而且都已经年代非常久远，这基本上我觉得全世界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收藏。所以当时我就跟屋主说，我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些火柴盒交给我，然后让我想想看我想要让它有更有意义的呈现。所以其实我们就特别做了两幅火柴盒的这个画，把它当作艺术品。我们设计团队，我们跟设计师在公司一个一个放，然后抓那个比例，然后一个一个把它粘起来。然后我们也觉得设计不单单只是把空间呈现，它背后有很多的价值跟情感的延续，是我们一直很希望为屋主保留的，蛮有意义的，而且听起来真的很感动。好，所以这个是屋主收藏还有这两幅独一无二的画的部分。那接下来呢，这个主卧房我特别要讲一下，我很喜欢这一次你主卧房的设计。真的因为我觉得很有异国风情，就是我也说不出是哪一个国家，但是就很像我们看国外的杂志。
的那种设计的杂志，然后打开来里面的家的感觉是一样的。嗯，我们的主卧室，因为考量到一开始我提到这个空间，它除了采光很好之外，它的通风也好得不得了。对，平常他们在家里面，有可能他们的不同的房间门是打开，让空气做对流的。嗯，那我们希望，毕竟主卧是一个比较 personal、比较个人隐私的空间。嗯，我们打开来，我们先规划了一个比较小型的，像是一个小玄关的一个转折。那我们一进来呢，我们会看到这一排的柜子前面，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有格栅门片的，它其实是我们原本设定的乌衣柜，所以借由这个乌衣柜就可以右转进去他们的主浴室。这次的主浴室我自己蛮喜欢的，是它是一个双面盆的设计，那后面结合了满满的收纳柜，超棒。所以镜柜里面所有的保养品等等的都可以放进去，桌面完全不会乱。我们有调整过原本的格局，是进门右手边是洗手台，正面会直接看到马桶，但我们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希望一进门看到的是漂亮的镜柜跟很漂亮的洗手台。我们把马桶移到了右侧，那左手边进去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四件室。原本的规划也是有淋浴间跟浴缸，可他们浴缸有点像是去游泳池那种，就是直接走一走呼就往下沉，其实蛮危险的。对，尤其是地板滑。对，所以我们一样做的有点像是比较日式汤屋的感觉。然后一个独立的空间在那边其实是很舒适的。对，不过说到这个主卧房的这异国风情，我想应该是它的，你这次特别帮他们设计的这个斜屋顶，对不对？它是斜下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设计呢？因为其实现在在我们的房子，我们其实很多的大的梁跟柱子，那往往再去规避这些柱子，可能会做一些天花造型或者是包起来间接。但愿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很希望每一个空间都很独一无二，所以呢我希望有一些不同的手法，然后那时候在想，这么棒的采光，这么棒的空气的流通，真的就像国外。对，所以我希望让他们有一个是比较挑高斜屋顶的感觉，所以在这样的延伸性，然后四边的这个高低差的地方，我们就延伸我们的木皮直接延伸上去，让整体的空间它更有它的层次性。那包含像床的位置，其实因为毕竟当时规划床头是必须要在这个面向，但它的侧边有一个我们无法避开的大柱子，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造型的浅柜，可以放一些床头的小东西，那也虚化掉了这个大柱子，让整个空间它是方正的，然后它是很独一无二，挑高，有国外的氛围。欸 Maggie， 我真的觉得当你的屋主很幸福欸，因为其实我了解你这么久，我觉得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不是只有在做设计，而是你会帮屋主规划他们住在这个房子20年、30年甚至4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然后像很多的设计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都有帮屋主先预想好了，所以其实我真的能够了解说为什么只要有人找你做设计他们都会爱上你。这点也是我们一直在这个行业非常努力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也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很多的乐趣。想欣赏更多马凯君设计师的作品，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有装修需求该如何规划预算？不论是全室装修、局部装修还是新装修，都可以轻松在线估算。